接下来做一个脆皮糯米糍，这是我买的糯米糍，然后呢，这是巧克力加椰子油隔热融化的啊，把这个糯米糍放到这个巧克力酱里面，麻烦。然后剩下我做的还有蘑菇，因为这个糯米糍是凉的。再来一个，吹的能干快一点。我上，棒棒糖一样，再过一下，厚一点的话好吃一点。